爸爸生意上市，股价升14倍。随缘 B B 激变19亿富千金，华丽嘅外貌，气派嘅笑容，360度无死角嘅美丽，令你有宾至权威嘅感觉。翠如好听，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包。睇完呢个黑 sell 得嚟又好有说服力嘅笋盘广告，大家系咪心喐喐想买盘呢？Sorry 啊，呢个盘俾有投资眼光嘅船叔叔封咗盘啦。叔叔叔叔，其实翠如笋嘅地方，除咗系 Miss 山茶得力外将，近年喺 TVB 捞得风生水起之外，就系佢真系有一个五星级的霸王永华。嗱，听清楚啦，寻日新鲜滚热辣于创业板配售上市嘅土木工程公司联旺集团创办人之一兼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股价中午收市报2.7，较配售价2.6急升9.38倍。以翠如巴持有4.68亿股计算，翠如家族身家有成12.6亿400万。未算啊，午后升幅仲夸张，收市报4蚊，比配售价暴升14倍，身家账面升到18.7亿，一日身价大爆发啊！咁大件喜事，翠如寻日当然要全家出动支持爸爸啦。未来女婿都有到场噶，事后翠如仲喺 Facebook 再赞多次呢个叻叻猪嘅爸爸。今日系爹哋嘅大日子，唔再系你为我哋骄傲，而系我哋为你骄傲啊！爹哋你好叻仔啊！翠如爸真系几叻仔噶。翠如之前都讲过，其实佢出身自低下阶层，以前住喺蓝田木屋区，屋企有5姊妹。当时爸爸做小贩，有几年仲试过喺九龙湾街市卖鱼维持生计。翠如中四嗰阵，爸爸转行做装修判头，屋企环境先开始改善，所以翠如喺圈中出咗名系虾妹嚟噶。而家嘅联旺集团就系翠如爸同另外一个创办人喺1998年一人夹一万成立嘅，可以做到上市，真系令好多人都觉得惊讶噶。但是大家留意，根据以往经验，创板股上市之后股价会好像过山车咁大起大落，所以翠如家族身家未来一段时间都应该有几大波动的。我们昨天打过给翠如，翠如当然好开心啦，还说多谢关心，没其他东西回应。